轻轻吹送了落霞，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，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，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。在这半山那天，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，没说话，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，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。遥遥万里，心声有否偏差，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。遥远的他，仿佛这风声跟我话，热情若无变，哪管他沧桑变化。信里面说血癌要带走他，但觉得空虚的心仿佛已僵化，过去是像炮弹心中爆炸。在这半山这天，我悲痛悲痛不已再胡言说话，夜雨中似听到他说不要相约，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。人无觅处，心声有否偏差，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。遥远的他，仿佛这风声跟我话，热情若无变，哪管他沧桑。遥远的他，不可以再归家，我在梦里却始终只有他。遥远的他，可知我心中的说话，热情并没变，哪管他沧桑。再归家，我在梦里却始终只有他。遥远的他，可知我心中的说话，热情并没变，哪管他沧桑变化。跟大家掌声给我身边的 Metro 录音团，还有帮我弹钢琴的 Johnny， 谢谢。在我以前帮学友录的时候，刚好是1986年，刚刚是30年了。然后李克勤他今天改变了很多，他用一种像黑人的教堂里面英文叫 Gospel 的 Acapella 的那种唱法。
像一首新歌一样这样这样听。我们听李克勤唱歌，不要听他的唱的有多高，转音有多漂亮，我们要听他怎么收，怎么用收和放去营造一个叫做相对的能量。他力量多的时候，他的情绪就少一点，他力量少的东西，他情绪就浓一点。就是每一次我唱完的时候，就像松了一口气啊，因为可以好好的去讲话了。